你还离得快远点，就是离太近了，看不出来了，谁是谁。那你问他爹，问他爹，问他爹，大概有红帽呢。主要是特别棒，他们想让您把这个东西给他推销出去。你这样啊，这是黑米，这是辽阳，咱们辽阳种的。这还没等说呢，就买了。你这，咱们不搞拍卖，对，咱们搞什么呢？咱们俩叫卖啊，明白吧？ 好，那这样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找我，找孙小黑。就买黑大米，黑黄豆，是黑黄豆不？就是黑豆。还有黑袜子，还有黑袜子。啊，还有这个，这是熏鸡也是黑的，熏鸡啊，熏鸡，这个颜色跟我有点靠，但是呢，这都是好产品，咱们老百姓啊，一年到头。 种这些东西很用心，整个这个种植过程，因为我是农民，我曾经我就在村里走出来，所以说整个的种植经历，我整个流程我是都知道的啊。